我刚做讲哦，新民也是伊的妈妈，为了出来好孩，我是莫甲伊闹到遐尼歹看。拄则找无伊，找着伊的手机定位，即马人伫咧交我一个民宿，伊应该是心情无好，想讲去外面行行。唉，我甲一切哦拢予伊人。 我为新民准备的礼物，伊敢会介意？伊望即届我会当安大伊的心情，若无，就对不起啊。这时阵什么人会来？我嘛唔知影，敢会亲到？ Room service， 你有叫 Room service？ 无啊，我无叫 Room service， 你请唔到啊？什么？是我，信泰。吴信泰，哪会走来？敢讲你有甲伊讲你伫遮？ 那有可能这么严格？那是不是安怎？那是叫我坏，咱两个关系都害啊啦！惊啥？非得从头到尾拢唔捌甲恁母囝囥伫个心肝内，今物甲伊献白拄仔好尔，为知影伊看无别地母，是别个查甫人的心肝宝贝。你到底是创啥啦？你哪会那想啦？敢讲你要继续维持这空间命婚姻？ 你要继续去接无你家己啊？我变作唔免你管啦，为着即马，就是袂当让伊发现咱两个的关系啦。吴信泰伊会向我走啦，无得卡，伊早就怀疑咱两个关系无单纯啊，伊就是专工要来搞的。伊拢要甲你拆破面啊，你搁维持这婚姻是要创啥？新民，你是毋是搁去生气啊？好啦，莫生气啊啦。 我是专工来给你回信的，上无你开一下门，我确定你无代志，好不？心态也是要紧话的。你莫胡编，伊若真正有要紧的，就袂一直上你的心啊！你拢袂记得你为靠过几遍来哦？心怡，紧开门啦！我做烦恼你的。 你在做啥？紧去走啊！哎，你先去窗外眯起来啦，我去开门，紧嘞，紧嘞。是安怎？明明咱两个这是互相喜爱的，凭什么爱好替你？你莫伫这时阵跟我冤家好不好？若是在这边看，那恁莹莹就受到伤害，敢讲你要害着莹莹？ 莫阁想啊，袂好啊啦，紧点啦，紧去袂起，紧来。
个才有影的。哎呦，无时间啦，先离开再搁讲啦，起来啦。什么？紧开门啦！你是创啥啦？有要紧无？你来这久才开门啦？我都烦恼，惊你做戆代志咧。哦，我都啉淡薄仔酒啊。哎呦，我都想要困，你就走来啊。是的啦，你是哦，我情绪伤过激动，伤害到你，我嘛感觉真自责。不管怎，你是我的太太。搁替我生一个查某囝，我确实爱顾虑到你的心情啦，是我做了无周全，请你原谅我好不？哎，我今嘛无想要跟你讲这个啦，啊，既然你看到我无代志啊，你会当离开啊啦？好啦，安尼哦。我嘛无勉强你啦，等你冷静落来，想要找我好好讲，随时靠我。这是我买予你的花，还佮有你上爱食的点心，无放伫遮吼。干那你一个人，还想赚两个杯啊？哦，因为我有叫莹莹来啊，我都想讲，我先把酒传了好，啊，就算会当醒酒啦。哦。你的胸口、胸腔是安怎啊？红红。哦，因为这是山区嘛，啊，地方啊较侪啊，我这是去后帮我订的啦。啊，你房间是咧放冷气，啊，想怎窗仔门开开啊？因为这的空气哦，我感觉足稀的，我就想讲把窗仔门拍开流通一下啦。哦，啊！你着讲山区蚊仔多，啊！你搁开窗仔门啊，到时蚊仔拢走走入来。你把窗仔关起来。是去让身体看到汗尔，是要安怎？啊，不过我是要用什么理由阻挡伊？靠！你搁走啊！哎呀啦，身体看到汗尔啊！我伫外面哦，泡一只足大只蚊啊！万不料回过你来哦，你着规暗去伊吵到无法度困。啊，原来伊无看到汉良，啊，真正把我惊死啊！啊，不过汉良明明就伫咧外口啊，啊，伊是走去倒啊？我看哦，我是陪你等到伊来啦，啊，若无你一人伫遮，我袂放心。嗯，唔免啦啦，我看到你哦，我的心情阁愈歹，你赶紧离开啦。好啦，
那呢，无叫了你啊，你赶紧好困吼。嗯。莫胡白乱想哦。手机也袂记摕啦，所以哦，翻头转来摕。你是安怎啊？你看起来真紧张，也袂输向惊着共款。啊！你雄雄礼拜，我当然嘛惊着啊。哦，是嘞啦，要赶紧要摕手机啊，煞袂记哦，先弄忘啦。无你继续休困，我先回去啊。在这窟窿内底有水，我无啥受伤啊，加淡薄仔擦伤，无啥要紧。对了，吴新泰，敢有发现啥？无啦，已经走啊。是的啦，拢是我叫你避开，才害你摔落来。不要紧啦，为着你，我啥物代志拢愿意做。